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雨茹。足球作为一项具有世界第一运动美誉的单项体育运动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但是传统足球往往对天气、场地、人员配合有着很高的要求，没有办法做到随时随地畅快玩耍。而我手中的这个足球，它不受天气和场地的限制，在家里就可以让您体验足球的乐趣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吧。悬浮足球形状酷似圆盘，采用仿真设计，表面采用花纹和色彩真实还原了足球上的细节，周围采用高弹性棉包边，柔软不伤脚，碰到墙壁家具会自动弹开并保持移动，即使是在室内也可以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乐趣。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我手中的这个足球在运动时是腾空状态的，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悬浮足球采用涡轮悬浮技术，通过空气的吸入和排出，让足球悬浮在空中。换句话说，空气从足球顶部的风扇口被吸入后，再从足球下方排出去，排出的空气产生的气垫将足球抬离桌面，达到漂浮的效果。悬浮足球自带音乐，能激发宝宝运动乐趣，提升乐感，让孩子忍不住追着足球跑。同时它还有炫酷灯光设计，即使是在昏暗的环境也可以让孩子体验足球运动的乐趣。悬浮足球兼具实用性与趣味性，室内室外的平地皆可玩，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反应能力，还拉近了家长与孩子的距离，实现高质量的亲子陪伴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D 磁力百变魔方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雨茹。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方，它不仅仅是我们儿时的玩具，更是我们了解空间几何的工具。一个小小的方块，充分建立你的空间几何能力，赶紧和我一起去看一看吧。此款魔方边角光滑，造型精确，堆叠性和融合度极高。别看它是一个小小的正方体，当你完成旋转拼接，把它无限放大时，就会得到一个物体的轮廓，充分锻炼你的几何空间感。
磁力魔方拥有36颗强化磁吸附，依靠角块、棱块之间的磁吸引力进行定位，各种造型千变万化，变形顺滑不卡顿。这个立体磁力魔方可以进行72遍，它拥有30多个磁面。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看，我把一个正方体变成了3个正方体，但其实被骗了吧？其实这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。3D 魔方通过光线明暗、透视等原理，轻松骗过你的眼睛。磁力魔方采用新型螺母、金控弹簧和弹簧槽组成，并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通向空间逻辑的桥梁，解压又有趣。3D 磁力百变魔方在旋转过程中没有噪音，可以随时随地享受魔方的乐趣，轻松释放生活中的压力。3D 磁力百变魔方锻炼了我们的手眼协调能力，在动手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我们的空间几何想象力，是我们的良师益友。磁力魔方每一面都拥有不同的风景，无限的魅力，在旋转的过程中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智能戒指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乐言。这是一款智能戒指，可以解放你的双手，缓解你的疲惫。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大家看这个戒指上是不是有些符号，特别像视频的播放键和暂停键。你猜的没错，打开手机蓝牙连接到戒指，它就能帮你实现下翻视频、给视频点赞等动作，让你用抬手也能哈哈大笑。支持苹果、安卓、鸿蒙系统，兼容多种视频软件，操作流畅不卡顿。若是不想用手机播放，戴上智能戒指，轻触指尖即可实现音乐播放、暂停、下一首等功能。喜欢自拍，想要美美的，可是手臂不够长，只能卡大头照，怎么办呢？戴上智能戒指，无需自拍杆即可远程拍照。高稳定蓝牙芯片，一键连接蓝牙，稳定传输蓝牙信号，即连即用，方便快捷。有人问，万一我带它出门没电了怎么办？智能戒指内侧设有磁吸处，轻轻一碰即可充电，一次充满电可用12小时，待机整整8天。智能戒指还配备了 IPX8 防水级别，可以带着它洗手、游泳都不在话下。